妈妈的衣服。偷穿妈妈衣服是哪里？我们请那个周颖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刚主持人讲到是时空论嘛，那刚好我在 OG 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相信每天开电视一定都是欧香咖啡的广告，那所以这个时期我就很，但是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欧弟妈妈基本上就是她的打扮非常的很有个人风格，而且很大胆，所以我们第一次碰面，我就觉得把这个 idea 跟欧弟说，哎，或许我可以做这件事。一开始我还不太敢讲出来，你知道吗？我就说你可以做点酷的事，然后来一分享，他说就哎，这很不错，很酷哦，所以这是特别的把这个。主要是爱我别走，就爱我别走，对，亚玲，对，是另外一首，是另外一首。那妈妈会比你唱她的歌吗？不会，不会。然后她不是说，就是你的音乐跟她音乐很不同风格，对、啊。她有时候会说你的音乐可以跟就有点拔拉一点点，也许会受欢迎一点。她会。就感觉好像两个不一样音乐世界的，所以他有一开始我有点不太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变得说我最后得用真的把成品丢出去，然后看到大家的反应之后再解释给他听为什么这一切是合理的。对，也许你未来可以考虑用 R&B 的曲风重新来演唱一下这样80年代金曲的概念，说不定对，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我们就要讲妈妈的话，所以我妈妈常常叫我们要是一种哥哥的，那可以在大家面前讲的话。好，所以这一次，而且我们讨论一次，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排几个版面，几个 layout 让公司去选择，他还说这个超酷，就是用了两个 double 的，其实两个有点普普风的感觉，对对对，两个组合在一起，组合了比较复古的专辑封面，然后主要是把眼睛放在前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眼神，然后把整个我们在讲以前现在连接在一起。嗯，了解。跟刚才传了一张照片给我妈看，就是这件，那他说什么，然后他说他看了，他给了五个大拇指，然后隔了五分钟之后才说，哎、欸。那是我的脸，对，他完全没有发现，他说：“哎、欸，我今天要穿这件衣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对，妈妈可能对于自己过去青春的样子有点陌生，是吗？更不知道这是他。他以为他一看以为是你，他也说不定以为是我的自己。因为其实也长得还蛮像的，其实好像也是把自己的脸印在身上一样。有一点。对，然后胡子，你知道，成合一这样子，就是很像无敌铁金刚合一，然后就有一个可以再继续在音乐创作上面。那这一次听说，其实我们去那个纽约时装周，就是也有把音乐，然后跟时装走这个 fashion show 的一个跨界的突破，去走这个时尚周，应该要你知道比较 fashion 的音乐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对不对？应该说这一次我们从开始 SS 都有这个机会，其实我们在纽约之前是透过 S 这个活动才会认识，没错，应该不是说是纽约合作才有这个合作，整年一开始是先 S 五周年，然后。规划很久，然后我们先认识，然后理念很接近，说，哎，或许可以做一些其他更有趣的，对。所以，我们这次其实音乐讨论很多之外，像这种走秀的方式，从观众席跑出来，即兴演出什么，我相信，而且我觉得最酷的是，OG 其实基本上，跟我们很多，就是不用太担心嘛，就是这很酷，他觉得，哎，好像可以这样搞，然后完全每个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要跟他拍照，然后每个人都要加他 IG 这样子。对，即使在时尚中，就是都是一些比较时尚圈的时尚人士，大家听到音乐跟这样时尚结合，就会觉得是共通的语言，大家都非常喜欢。没错，谢谢这样子的玄机。好，其实一开始，疫情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女生，然后有机会跟她合作，这一次合作，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我才发现他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而且非常非常多他自己的想法。是，那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嗜好，就例如说我们喜欢听音乐，我们喜欢看电影等等的。对，然后我们就聊到了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作品。对，没有错。然后这部电影其实它是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比较哀伤，对对对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两个就好喜欢那部电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我平常的设计风格其实有点像，其实我们其实非常擅长定制服这一块部分，然后我很擅长手工很细致的东西，但是往往大家都会觉得，哦，会不会是礼服啊，会不会是比较
elegant 一点的东西，其实我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叛逆的，所以刚刚好跟疫情的这一次合作，我就完全的发挥这个。对，听说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因为他觉得聊到电影也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 Wes Anderson。哦，所以听说你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传了很多，比如说像这样影像的图片啊，或者是在电影里面的一些结构的画面，然后来创造这一次的灵感。对，因为我刚开始很紧张，想说是第一次的联名设计，我就想说还要再想什么材质啊，什么一些专有名词。但后来他就说没关系，你就跟我聊天，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的个性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聊到了电影，还有一些我们喜欢的色系。嗯，对，其实很多都是比较感觉，靠感觉去，所以其实是靠聊出来的。就是，对，有点像心理咨商的过程，想要把个性内心里面的一些个性，透过在时尚设计这一块展现在服装上面，穿起来其实是诠释了姚一晴 shiny 这样子的个性。好，谢谢。那我们也邀请两位设计师，非常难得，我们跟OZ 还有 Shiny 我们合影一下，好不好？我们稍微来，我们移动到右前方的媒体朋友，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右边的镜头稍微看一下，右手边这边的媒体朋友稍微看一下，来右边，好，来我们右前方这边，大家我们看一下。还有需要补助。